相见欢吗？你们是相见欢吗？米洛不可以打人家、啊。他在闻米洛的味道。他在闻是不是他妈妈还是他爸爸？嗯，这是感觉可以放出来。角色互换了，他们刚刚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在外面。可美欧这样都不怕我，很奇怪嘞。嗯，又哈气。你想出走？讨老婆现场。美洛，你争气一点好不好？你妈妈付了多少钱的聘礼，帮你把这只猫养回来，拿回来？他老婆，他走了。美洛，那我叫他不要处长这边有事啊，你让他处长就要好气了。你看，你要嗯，太远了。你看，还一摸，他就不吃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才测试他有没有护食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你在那边吃东西，我就。失宠了吧 ？Hello, my lord， 那个是你老婆，你为什么出来你就要打她嘞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猫它睡成这样。它不喝水哦。它还在喝。因为它那边喝的水是活水。我呢，刚刚帮我们的新猫咪制作的一些名字，一些钱，等下要让它选它自己的名字。对，想了一个晚上，好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名字让它选。那我现在来开始做钱哦。哎，你不要挂到我啊！我们有一些钱。叫什么哈哈叫？有吗？小猫咪，小猫咪，来选名字啊、哦！来这边，这边，你要哪一个？哎，不要玩呢，这里这里来，选名字哦。他玩上头了，他现在不想要选名字。Hello， 来选一个名字，这里一二三四五六，选一张，这里。你选一个名字，不要跳。来，做好你的任务，你才可以走哦。选名字啊！嗯，选名字啊！哎呦，动作快的嘞你！选名字，选啊，给你。你不想要这样选啊？这样我丢给你哦，你选一张。
来选名字，快点。选一张。选一张啊，这张要不要？他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呢。他只想跟逗猫棒玩。就是这样。好，爸爸把它打开。Coffee 、啊。你以后叫 Coffee 啦。你是小 Coffee 哦，哎。他是双子座的，六月生的，现在才两个多月，很小只。然后是母猫，它比较灵活，跟麦洛比的话。他都不选他的名字，你看这只猫。但我们刚刚帮他选了，你以后就叫 Coffee 咯。嗯。你以后叫 Coffee 好不好 ？Coffee，Coffee， 你叫 Coffee。还是你要叫多多？还是你要叫奶茶？米洛，你快点过来，不要去弄人家哦。米洛，过来，不要去弄 coffee， 来。买了，买了。你的腿很长哦，美腿耶。嗯，美腿耶。你哦，可以有点坐姿跟睡姿吗？你是女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Coffee 出来 ，Coffee。嗯，出来玩 ，Coffee。Coffee 出来 ，Coffee。对，球球在外面。诺啊，不要吓人家。嗯，诺啊。这是要偷袭的这条猫。你啊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你搞偷袭啊？你讲可以吗？你喊一声你就怕了。来冲进，冲，冲，冲！不要跑，要冲！这里来。因为他们两个剑拔弩张哎，真的假的？嗯。